每次都是那个天气很大，好害我老婆一，来一百，沙小，估计他是同队的，他队友在这边，拉热气球，拉热气球，好，很残，很残，就想好啊。 边吃狂魔啊！第五是不是还有人吗？他第五是他兄弟。他兄弟啊！就他兄弟。这是什么？哎，那我觉得要进去找一个，真的。我进去找一个。 好啊，感觉那个阿鲁，一个妹子快点，速度应该不会跑掉。他有，他好像有些微的后坐力。他会往下，他会往后都。就这样，这里一个，那里一个，然后这里一大堆，圈内一个人，一个屁小都没有哎。 那我们去打上面的吗？我怎么一定会看陈国刀被斗鱼？打他们圈，这边抓那个乌拉。他斗鱼才不会变成国刀，他最大主播哎，最夯的。嗯，他不会管小的。热度最高。这里，你很小，你在做东西，你完蛋。 还直接找一组别，会有很多组这一块，子弹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不进圈，这里也有一队，会从中间过来啊，会啊，可以买，进化了，哦，他起飞了，他腰没断到，啊，你要飞哪？ 飞过来了，直直飞。飞国汤那里。一个 AD， 两个 AD， 机器人爆甲，你后面。我丢个 Q， 你们可以上去。接棒，我知道。 AD。 或者怎么这么烫啊！我操，这小帮怎么用不着？靠腰，这组是顶力，接得好。